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。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新人女团 LE SSERAFIM 出道后，韩国网友们的正式反应。昨天，SOSMUSIC的新人女团 LE SSERAFIM 以主打歌 Peerless 出道后，马上就在日本、巴西等 13个国家地区的 iTunes 专辑排行登上了一位。在公开 MV 不到20个小时，就突破了1000万的观看次数，这是今年出道的新人女团当中最短时间突破1000万观看次数的记录。而 LE SSERAFIM 因为是HYBE旗下 SOSMUSIC 的新人女团 ，IG文出身的 Sakura Kim Chaewon 为成员，再加上成员卡他们在出道前就发生过一些争议，所以在 LE SSERAFIM 正式出道后，马上就在韩国各大论坛引起了热烈讨论。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 LE SSERAFIM 网友们关注最高的3个帖文。 在出道记者会上，记者问到卡郎霸凌争议的时候，队长 Kim Chaewon 先回复，对于这个事项正与公司讨论中，因为正在按照程序在进行对应，所以不方便在这里说出来，以后会有机会说的。接着当事人卡郎回答，就像前文说的一样，对于这个部分我很难说什么，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一点，今后我会以 LE SSERAFIM 成员的身份努力活动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，竟然用自己的嘴说很难说什么，不是的话应该要堂堂正正的说不是吧，霸凌不是事实，那些照片也不是我本人，是 P 图的，要这样吧。哇，队长有什么罪？已经开始担心前文了，好可惜。如果不是那些争议，就会以 C 位收到关注活动的，从小做练习生了，为什么那样了呢？因为之前那些争议还没有结束，所以目前只要是有关 LE SSERAFIM 的内容，底下都会有很多提到那些争议的留言。 김채원, 어? 저 앉아주시죠. 네. 어? 채원真的好可爱，可可可，是吧？可可太有魅力了哇！真的能理解为什么想要从别的经纪公司把他带过来。 LE SSERAFIM 的日本成员 Kaze 在公开预告照片、预告影片的时候，也是稍微有了一些反应。但是昨天在出道舞台正式亮相后， Kaze 平定了整个韩国饭圈论坛，甚至在Takku论坛更是超过了1700多条留言，几乎没有负面留言，真的很神奇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整理的 Kaze 出道舞台的动图。 苏吉粉丝们可能会不高兴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苏吉刚出道时候的那种清纯干净的样子。好久没看到这种女爱豆了，我也觉得有苏吉的感觉。原来每个人想的都差不多啊，气氛好美。有苏吉感觉，真的有韩国女演员像，所以有点神奇。真的是韩国人喜欢的长相，这么漂亮又是 rapper， 太有魅力了。我又来看了，人生第一次被女爱豆迷上了，有这么多留言，我以为是谁引战了呢？可可，真的好漂亮。现在是新人都这样，以后应该会变得更华丽、更漂亮吧？太期待了。 LE SSERAFIM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